嗨，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8号，欢迎收听 TCMIC 的 Daily CNC News，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那在我们请矮矮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 Assembly 杂志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深入探讨了类人型机器人在协作制造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应用。这些机器人不仅推动了制造业的变革，还开创了人机协作的新纪元。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类人型机器人正在制造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机器人拥有高度灵活的肢体和先进的人工智慧系统，能够执行复杂的任务，并与人类工人无缝协作。类人型机器人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类似人类的外形和动作方式，使其能够在现有的工业环境中轻松适应和操作。报道指出，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在其生产线上引入类人型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胜任多种任务，包括装配、焊接、检查和包装等。其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得它们能够在需要高精度和一致性的工序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一些机器人可以使用内置的摄像头和感测器来检测产品的质量，并及时做出调整，确保每件产品都达到高标准。除了技术上的优势，类人型机器人还具有改善工作环境的潜力。它们可以承担重复性和体力要求高的工作，减少人类工人的负担，从而降低工伤风险。同时，这些机器人能够与人类工人协同工作，提升生产效率。例如，在一条汽车装配线上，机器人可以负责重型零件的搬运和安装，而人类工人则专注于更精细的操作，两者相互配合，最大化生产效率。然而，类人型机器人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成本问题。尽管这些机器人的价格随着技术进步而逐渐下降，但对许多中小企业来说，初期投资仍然相当可观。此外，机器人的维护和更新也需要专业技术和资金支持。其次是安全问题。尽管现代机器人已经具备高度的安全性设计，但在与人类工人共同工作的环境中，仍需要严格的安全措施和监控系统，以防止意外发生。因此，企业在引入类人型机器人时，必须同时考虑技术和安全两方面的需求。报道最后指出，未来类人型机器人将在制造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随着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机器人将变得更加智能和高效。它们不仅能够执行更加复杂的任务，还能学习和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真正实现人机协作的最大化。总之，类人型机器人的出现和应用正在改变制造业的面貌，它们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安全性。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机器人将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制造业向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向发展。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 3D Printing Industry 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介绍了 Additive Industries 公司最新推出的金属 3D 打印机 MetalFab 300 Flex， 这款设备以其高可扩展性和经济实惠的特点，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 MetalFab 300 Flex 的主要特点。这是一款专为满足现代制造需求而设计的金属增材制造系统，其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可扩展性。该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扩展，从单一模块扩展到多模块配置，灵活应对不同的生产需求。这意味着无论是小批量生产还是大规模量产， MetalFab 300 Flex 都能够胜任，并且能够随着业务的增长而进行扩展，极大地提高了投资回报率。此外， MetalFab 300 Flex 还具备高度的经济性。该系统采用了先进的设计和制造工艺，使其在保证高性能和高质量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这对于那些希望进入金属增材制造领域但受限于预算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通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企业可以更具竞争力地推出产品，并迅速占领市场。值得一提的是，
MetalFab 300 Flex 的设计还考虑到了操作的便捷性和用户体验，该系统配备了先进的控制软件和直观的用户界面，操作简单明了，即使是没有专业背景的操作人员也能轻松上手。同时，系统还支持远程监控和管理，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查看生产状况，及时进行调整，确保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在应用方面，MetalFab 300 Flex 展示了其广泛的适用性，无论是航空航天、汽车制造，还是医疗设备，这款系统都能够满足高精度、高强度和高可靠性的要求。例如，在航空航天领域， MetalFab 300 Flex 可以用来制造复杂的飞机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不仅需要高度的精度和强度，还需要在重量上进行严格控制。再比如，在医疗设备领域，该系统可以用来生产个性化的医疗器械和植入物，这些产品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定制，对精度和可靠性有着极高的要求。总的来说， Additive Industries 的 MetalFab 300 Flex 以其高可扩展性和经济实惠的特点，为金属增材制造领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款设备不仅能够满足现代制造业多样化的需求，还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推动增材制造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接着第三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一篇来自 Production Machining 的文章。这篇文章探讨了数据矩阵码 Data Matrix Codes 在切削工具追踪中的应用。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数据矩阵码。数据矩阵码是一种二维条码，具有高度的数据存储能力和快速读取的特点，它们可以在非常小的表面上储存大量的信息，这使得它们在切削工具的追踪和管理中变得非常实用。那么，为什么数据矩阵码对于切削工具的追踪如此重要呢？在现代制造环境中，切削工具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工具通常非常昂贵，而且不同的加工任务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因此，能够精确追踪每一个工具的位置、状态和使用历史，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数据矩阵码的应用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每一个切削工具都可以被赋予一个唯一的数据矩阵码，这个码可以包含工具的详细信息，例如生产日期、使用次数、维护记录等。当工具被使用时，操作人员只需扫描这个数据矩阵码，就可以立即获取所有相关信息，并将其记录在系统中，这样工具的使用情况和状态可以实时更新，确保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掌握每一个工具的情况。此外，数据矩阵码还可以帮助防止工具的丢失或被错误使用。由于每一个工具都有唯一的标示码，任何未经授权的使用都可以被立即检测到，这对于提高工厂的运营安全性和工具的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中还提到，数据矩阵码在切削工具追踪中的应用已经在一些领先的制造企业中得到了实践，例如，一些大型机械加工厂已经开始全面应用这一技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们报告说，通过使用数据矩阵码，他们的工具管理效率提高了 30% 以上，同时工具的使用寿命也得到了延长，这为他们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当然，数据矩阵码的应用并不仅限于切削工具，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扩展。例如，在航空航天和汽车制造等高精度行业中，数据矩阵码可以用来追踪各种关键零部件，确保每一个零部件都在其预定的位置和状态，从而提高整体生产流程的可靠性和可追溯性。总的来说，数据矩阵码在切削工具追踪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具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还为制造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预见，这一技术将在更多的领域和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为现代制造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变革。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一篇来自 The Manufacturer 的文章。这篇文章探讨了英国制造商如何利用人工智慧 AI 来增强网络安全。首先，我们知道，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网络安全已成为制造业面临的一大挑战。制造商们不仅要保护其数据和知识产权，还要确保生产流程不受外部威胁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全球供应链日益复杂的情况下，网络攻击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因此，如何有效提升网络安全成为各大制造企业的重要课题。文章指出，英国的制造商们已经开始积极采用人工智慧技术来应对这一挑战。 AI 技术的引入不仅提高了网络威胁检测的速度和准确性，还能自动分析大量的数据，找出潜在的安全隐患，这对于传统的网络安全措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具体来说， AI 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并预测网络攻击的模式，例如它可以分析过去的攻击数据，找出其中的规律，从而预测未来可能的攻击行为。此外， AI 还能实时监控网络活动，检测异常行为，并及时发出警报。这些功能使得制造商能够在攻击发生前就做好准备，从而降低风险。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具体案例，例如一些英国制造企业已经部署了 AI 驱动的网络安全系统，这些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阻止钓鱼攻击和恶意软件的入侵。通过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企业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仅减少了安全事件的发生，也提高了整体的运营效率。此外，文章还强调了人员培训的重要性。虽然 AI 技术可以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同样不可忽视。为此，许多企业开始加强对员工的网络安全培训，让他们了解最新的安全威胁和防护措施，从而形成技术和人员的双重防护。值得注意的是， AI 技术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例如如何确保 AI 算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如何防止 AI 系统本身被攻击，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制造商们需要不断优化其 AI 系统，并采取多层次的防护措施，以确保网络安全的全面保障。总的来说， AI 技术的应用为制造业的网络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有效利用 AI 技术，英国制造商们在网络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然而，要真正实现全面的网络安全，还需要技术和人员的共同努力。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企业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一篇来自 Industry Week 的文章。这篇文章探讨了最新一起工业网络攻击事件，并分析了其对工业领域的影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事件的背景。近期，一家位于北美的制造企业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网络攻击，此次攻击导致该企业的生产系统瘫痪，生产线被迫停工数天，直接经济损失估计达到数百万美元。不仅如此，这次攻击还影响了企业的供应链，导致部分供应商和客户的业务运营受到干扰。文章指出，这次攻击再次暴露了工业领域网络安全的脆弱性。随着工业 4.0 和智能制造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工厂和生产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这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增加了网络攻击的风险。黑客可以通过攻击企业的工业控制系统 ICS 和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 SCADA， 进而控制生产设备，甚至造成设备损坏和生产中断。这次事件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专家们强调，工业网络安全必须得到更多重视，企业需要采取更为严格的防护措施，例如企业应该定期对网络安全进行风险评估，发现并修复潜在的安全漏洞。此外，企业还需要加强员工的网络安全意识培训，确保每一个环节的安全措施都能落实到位。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防护建议。首先，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策略，包括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应对流程。一旦发生网络攻击，企业能够迅速响应，将损失降到最低。其次，企业应该采用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如入侵检测系统 EITS 和防火墙，来监控和防护网络攻击。此外，企业还应该定期进行安全演练，模拟可能发生的攻击场景，检验安全防护措施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还强调了供应链的网络安全管理。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日益复杂，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企业应该与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加强合作，共同建立安全的供应链网络。这包括对供应商的安全能力进行评估，确保其符合企业的安全标准。总的来说，这次网络攻击事件再次警示我们，工业网络安全不容忽视，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黑客的攻击手段也在不断升级，企业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升自身的安全防护能力，确保生产系统和业务运营的安全稳定。我们希望这次事件能够引起更多企业的重视，促使他们加强网络安全管理，防患于未然。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 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的发展，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还有行业资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